喜欢吃虾没？喜欢吃虾的话，咱俩马上直播啊，苏婷直播间，给你们咱家看一下咱家煮熟之后什么样子的啊。咱这个虾的话是鲜活，活体单冻啊，汁汁分离，给你们直接发货的啊。来，先看质量，看到没？壳薄，壳薄啊，薄如纸啊。妈，太薄了，看到没？这个虾可以达到生吃的标准啊，腌制吃都可以啊。那我喜欢水煮，啥都没放，直接扔锅里面加点水，开火啊，直接煮就行了。这个居家必备啊，老少皆宜。哎呦天哪！酸甜啊，酸甜，为什么蘸醋了啊？鲜甜酸甜的口感，